受台风圆规影响，深圳机场码头船班调整。10月12日 ，@ 深圳机场微博发布码头船班调整公告。二，10月14日，待定。深圳机场码头提醒：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，请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及船班调整信息，合理安排出行。